Family 成立于1972年，至今已有51年的历史。这是我们的第一台缝纫机，这些都是我们历代研发出来不同款式的缝纫机书包。这里呢是我们的布料区，这么多颜色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你们听到织布的声音了吗？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书包制作环节了。这个开关大家是不是很熟悉？最后就是质检和包装环节。以上就是我们书包生产的全部过程啦。Hello Family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半个世纪，这辉煌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辛勤劳动和粉丝的支持，而我们今后也一定不忘初心，与大家砥砺前行。